すべての女性の皆さん、お待たせしました。中国で絶大な人気を誇るトップインフルエンサー W11 の売り上げでたった1日でなんと1885億円の売り上げを達成した口紅の王子ことリ・ジャージの登場です。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リ・ジャージです。わあ、素晴らしい。お忙しい中本当に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佳琪在选择海外产品的时候，就选品的时候，你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首先，我们自己有团队的一个选品标准。我觉得只有好的产品跟质量把关的产品，才对得起来直播间观看我们直播购买产品的消费者。然后，我觉得无论是国货也好，还是国际品牌也好，以及我们的小众海外产品也好，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到质量把关，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做到产品的创新跟优势。我觉得优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在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在做品牌的时候，如果优势不突出，你可能很难被别人可以看到。佳琪，你认为进博会它迎合了当下是中国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的潮流？我是第二年参加进博会，然后我觉得我参加进博会每一年的收获都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到了其实品牌他们在做产品和新品的速度很快啊。因为比如说我去年看到了一个口红打印机，还只是一个雏形，然后我今年在进博会之前就已经收到了那个口红打印机的品牌的完整的产品。我觉得说哇，就只有一年的时间就已经把这样的好东西做出来了。而且我觉得更多的国家的产品它会迎合各个不同的市场来做定制化的产品，比如它会因为亚洲女生的皮肤状态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亚洲女生更适合于比较轻薄的，或者她们更在乎是安全的护肤产品，然后他们可能会专门为亚洲女生做不一样的定制线，然后包括我们的口味，大家喜欢吃酸的、甜的、辣的，然后可能品牌也会照顾到所有的女生。那佳琪，你眼中的进博会是什么样的呢？我眼中的进博会啊，我觉得是一个考场。考场。对，因为大家都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最优秀的东西放到了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其实来进博会的人可能有行业内的人，也可能有一些喜欢看一些新奇特好物的一些消费者。我觉得这就是看你在这个考场里面可不可以脱颖而出，而且你的产品会不会得到当下来观看的人和感兴趣的人一种支持吧。所以我觉得进博会第一个是考场，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它可以让所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好物都汇聚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它是一个补习班。你要是面向海外的消费者，如果想他向他们推荐中国的产品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产品给他们？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的国货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觉得如果让我举几个例子的话，我可能第一个想要推荐的是我已经跟他合作了5年的花西子。对，而且花西子已经成功的走出了国门，他在日本去年上过日本的热搜，他在旺旺整个很火很火，然后日本人会说哇，这个外包装形式也太有趣了，为什么可以把银放在一个化妆品上面。然后包括我们今年合作的傣族印象，就是第二次的民族印象系列，然后我们会把傣族的一些文化，包括傣方以及傣花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把产品的成分做升级，让就是世界人以及国人看到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的原料是值得被看见的。然后第二个品牌我觉得竹本，我也很想推荐给大家，说他想要做中国的芳疗品牌，因为中国无论是用香还是用油，其实都是在整个世界都是比较领先的，所以竹本想要把最好的生活方式跟最新的一种疗愈的方式和芳香的方式带给到我们的消费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潜力的事情，而且我也很看好竹本。太好了。佳琪去过日本哈？有，日本韩国我都去过。那太好了。日本的第一对我的印象就是哇好亮，然后第二个印象就是很友好，然后第三个很极致。就是我一直在直播间会跟消费者说的一件事情和品牌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让向日本的化妆品行业学习的点，就是他们对于产品的极致。他们可能说做货一年只做5万，那就做5万，卖完了那就没有了，因为他们对于他的产品是用匠人的精神去做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手工或者手法或者成分的原料的保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要值得学习，因为只有做好了匠心精神，你只要把产品钻研的就是极致，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喜欢。日本我还是会说资生堂集团，因为这个集团是日本最大的美妆集团之一，那资生堂集团就一直给到的消费者是不一样的和新的一些体验，然后包括他们的科技技术就是一直是领先的，所以我觉得我要推荐的话就是资生堂集团。现在日本也有这个
电商直播，你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主播，给这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或者经验分享？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可能会说谁都可以做主播，但是我觉得做主播你一定必须要具备的三个素质。嗯，那第一个词就是，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就是专业。对，如果你不在一个垂直领域做到足够的专业，其实你没有办法让消费者去信任你和喜欢你的粉丝去信任你，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热爱，对，你一定是要热爱这个行业，你才可以把你100%的力气和100%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件事情去。我觉得热爱可以战胜一切。那第三个词的话，我觉得就是坚持。因为可能在日本的话，对于直播电商也是一个新的行业，大家也完全不能说它一定会像中国直播电商一样迅猛发展，它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和遇到一些困难。那我觉得如果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坚持，因为坚持可以让你看到就是无限可能的自己。感谢，谢谢，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イチャージさんでした。